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欢迎刘所。哎，大家好，我是刘所。今天跟刘所聊聊天，不像之前我们做的那种专辑的节目哈，就聊某一个朝代什么的。今天其实聊聊他的本行啊，本业。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想起来挺有意思的，因为刘所来日坛录了很多很多节目了，然后我们聊的都是关于各个朝代的历史，他自己所从事的。我觉得可以叫工作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关于文物方面的工作内容。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俩就来关于这个文物和文物征集这件事儿来聊一聊哈。之前聊的都算周边，对对，什么青年老师怎么说，请鸟山明来聊聊摩托车啊，就是对。今天好好聊聊你的正经的工作的内容。那在我们正式聊之前，也跟大家通知一个好事儿啊，因为我们那个现在还是九月份啊，是我们日坛公园的这个生日月啊，我们2016年9月26号节目第一期上线，那今年就是7周年了，生日快乐！哎，谢谢。在我们7周年生日的这个月份呢，我们日坛公园联动日光派对啊，推出了付费节目打折月，把我们都打折了，都打折了，提我刘所腿打折，对。啊，也就是从9月1号啊到9月30号，我们大部分的付费节目呢都可以享受8折左右的优惠啊，个别有的节目呢低至5折。那其中当然包括大家喜欢的我们跟淼叔录的一系列的这个钻类的节目，然后跟杨文博士录那个我在故宫聊八卦，我已经买了。对，史蒂芬的节目的畅听版，包括我跟刘所录的西夏。哎，回不了家的伊丽莎，没买赶紧买啊！对，然后现在呢都是在我们的优惠期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相关的推送和我们节目的 show note。对，好，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我们日光派对的一些好朋友，比如啤酒事务局等等，包括他们录的付费节目也在这次活动当中。嗯，好吧，好嘞，哎，那行，咱们书归正传啊，好，好好聊聊这个文物征集的事儿。哎，这个事儿其实我真是不太了解，因为你说提到文物，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比如你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那些鉴宝节目啊，或者是身边有人他可能会喜欢收藏啊，但是那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讲说啊，古董，嗯，当然它也是文物的一种，所以我倒是想从头来聊一聊，因为据我所知，你原来学的也不是这个专业，然后你到了你们单位之后，一上来就是来做这个相关的工作吗？我其实当时入职的时候啊，是按照这个博物馆讲解员的身份考进的单位。啊，这样啊，哎，哦，是讲解员啊，对，哦，这我还真是不知道，是看着我就不像讲解员是吧？这太不像了，是不是？就是真没想到哎，那等于说，如果是顺利的话，那你应该就到直接就是咱们比如说西城区下面的那些博物馆去就做讲解工作了。按照博物馆的分类来说，正式入职应该入在宣教部、宣传教育部。哦，讲解员都归宣教部嘛？哦，这样啊，对，嗯，但是。当时领导跟霍总一样的想法，说这孩子虽然考进来了，但是往这儿一站呢，怎么一看着也不像是能把讲解这事儿做好的。哟，这是什么以貌取人了？说那就干嘛呢？作为单位当时唯一的男孩，说我给你调一个岗吧。我说调什么呀？文物征集。其实文物征集的全称啊，应该叫做流散文物征集。哦，散落民间吗？对，哦，散落民间的，嗯。这活怎么干呢？就是四处跑，哪儿有出土啊、施工啊，你就去哪儿。我一想，反正我也坐不住，是吧？20出头，那时候大学刚毕业，我就干这个呗。一干就从我入职干到现在。这是我虽然做过讲解员，然后做过展陈，然后做过修缮，做过腾退，这个行业里头大差不差，基本都走了一圈。绝大部分工作都是阶段性的，只有文物征集是从我入行到现在一直在做的。哦，那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师傅带着啊？就是你一个新人，你这真的到处乱跑干嘛的呀？我第一个活还真没有人带我啊，因为文物征集啊，咱们先说说这个文物征集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下会发生。你刚才不是说就去什么工地，我感觉就是去看，但是我听着我也有点迷惑，就是到底上哪儿找啊，这东西，对，途径是什么啊？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这个地下的埋藏物。哦，那施工单位会主动联系你们吧？对，他会给那个文物局打电话。嗯，有的呢就直接打到，比如说打到北京市文物局。嗯，
有的呢就直接打到各区县文物局，哦，不一样，找着哪个电话打哪个吧。对，嗯，但是北京市文物局呢也会派给各区县，因为它是属地管理嘛，嗯，明白。所以基本上你接到这种我们叫举报电话，哦，这叫举报电话，对，哦，这文物线索举报嘛，接到举报电话，然后马上到现场，嗯，根据你所这次要面对的文物的类型不同，嗯，采取不同的征集方式，嗯，然后进行登记、拍照、整理、搬运、收回。明白了，其实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搬运啊，是吧？哎，对，像你这身体好的，哎，就得让你去搬运。对，哎，但是其实我想问，就是你还记得你接的这个第一个活儿，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啊，印象特别深啊！啊，就是我干的最难的活里头，嗯，就有我干的第一个活。你说说，你说说，哎，为什么刚才胡总说有没有师傅带？嗯，我说完全没有师傅带呢，嗯，就因为他都是突发的，我是。2007年7月1号入职，嚯，这记得清楚。嗯，上班的头一个星期什么事儿没有。嗯，第二个星期突然接到举报电话，你接的吗？单位啊，哦，单位接到的啊，接到举报电话说，在当时还是宣武区嘛，嗯，有一个老旧房屋翻新的这个工程，嗯，就是那时候要给居民修房嘛，嗯，有石碑出土，哇，石碑，石碑啊，嗯，然后那天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呢？天儿特别热，我们领导说那你去吧，怎么去啊，就怎么弄啊，现场什么样啊，对啊，完全都不知道。哦，就知道我们领导语重心长的看了看我，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了8瓶冻的倍儿瓷实，冻成冰的矿泉水。嗯，我说这是干嘛呀，说到那就知道了。哦，我后来才明白，我就溜溜的在那儿站了一天，这8瓶水就全喝完了。哦，这样啊，嗯，是哪儿啊，琉璃厂，琉璃厂啊，平房，平房，嗯，华县会馆，陕西华县会馆，嗯，到那儿以后呢，院里在施工，地上搁着一通石碑，啊，这个量词啊，叫一通，对，不是一块儿，就一通石碑，对，啊，哦，一通石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连座带碑，哦，这一整套我们叫一通。哎呦，这个我得稍微问一下啊，嗯，因为据我所知，这个石碑啊，它也安放在不同的地方。哎，嗯，我不懂啊，就比如说，在这个一面墙上的那个算石碑吗？那算帖石。哦，嗯，那这石碑必须得是单独摆在一个什么地儿的？它得立起来，它有一个座。这座无论是一个普通的座，还是一个什么大乌龟啊，什么对都可以。对，哦，根据这个碑的等级，嗯，年代。然后它的座的形制可能不一样，嗯，但有座立起来的叫碑，嗯，然后在墙上的那就是石刻的，要么叫贴石，贴石。哦，这样啊，哎，你那时候懂吗？你懂这石碑是不懂啊？好嘞，咱接着说啊，啊，到那儿一看说，那怎么弄啊？挺大的，嗯，个儿挺大，嗯，地上躺着呢，就完全刨出来了，已经，对，哦，已经刨出来了，在地上躺着呢。我说那就这问施工现场的负责人吧，我说老师就这一块吗？他说不还有呢。我再一看那边正在拆一个小厨房，嗯，说这个小厨房顶头还有一通，它不是埋在土里的呀，那个不是，哦，那个是当时人家盖那个厨房的时候啊，就给它夹在两个墙中间了，封在墙里了，嗯，天哪，当时想说行，就这两块吧，嗯，然后边上一个居民多说了一句话，嗯，说我们家那厨房里头还有一块啊，我干的第一个活3块石碑，哇，首要问题就是得把那块石碑也给弄出来。那他那个墙是砖墙吗？封在里边？砖墙啊，哦，那拆的时候是不是小心翼翼给拆坏了？是，对啊，嗯，而且你得把人家那厨房给拆了，嗯，才能把那石碑弄出来。那当时就觉得说，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嗯，特别是刚参加工作的文物工作者，嗯，我是有义务有使命要把3块3通碑全拉回来的。哦，于是第一件事就协调这个街道跟房管所，嗯，给人家居民把房拆了。不过本来也是在翻新嘛，人家本身就要拆，对不对？对，那个房不在翻新范围之内啊，那别人家呀。哦，那人能同意吗？聊啊，嗯，我跟人家说了半天吧，嗯，答应人家怎么给人家盖呀，啊，什么的，嗯，说了一堆，嗯，最后那是一大哥终于同意了。因为这平房你把人家小厨房一扒，人家没法做饭。明白。
完了房管所当时也挺配合，说我们尽快，说今天给您扒了，明天就把这房子给您砌起来。哦，这么着扒了一个房子出来三通十倍，这个活总共干了三天。这三天你是每天就是晚上回家，然后白天就赶紧再去，还是就是这三天已经漏出来的我就先给运回去了。嗯，然后等那个房子全拆完把那通碑再拉出来，整个这个过程三天。这碑多高多大呀？大概都是加上碑座的话，最小的是1.8米，哦，最高的2.2米。你拿什么运回去啊？这就是我当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对啊，因为不懂，嗯，很着急，就找了一搬家公司。结果搬家公司到了以后呢，一看说这搬不了啊，沉啊，嗯。然后我们领导说你胡闹呢嘛，这时候才有人过来，因为是临时接的电话嘛。明白。这单位才来说有专业的这个文物起重队，哦，就专门运这种大件的石头啊，大件这种文物的。那他是民间机构是吗？不，他也是专门的这个行业的专业机构，专业机构啊啊！这个行业其实很早，嗯，在过去北京就有，老年间就有，叫起重队嘛。明白。上倒链就是一个定滑轮，哎，把这东西倒起来，嗯，然后放在地牛上，一点一点推。最难的是因为它是在院里头，大杂院嘛。对，它很难进去，我觉得。对，路也很窄，应该。对，嗯，所以就是一个特别靠技术的活儿，嗯。上了地牛以后，撬杠怎么撬，嗯，几个人怎么配合，嗯，实在过不来的地儿就怎么把这个石碑架起来。明白。拴在那个杠上，就跟咱看那个抬轿子似的。嗯嗯嗯。把这抬起来，然后怎么走，怎么挪。真是，这过程要但凡不小心，又有一家厨房被拆了，估计啊。啊，反正碎玻璃似的，是不是？这很重啊，这东西。嗯 嗯, 嗯。然后。三通碑只有一通是有字儿的。什么意思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去说这是一石碑，嗯，通过这个石头本身的这个体量啊，碑手的制式啊，是能反映出它是石碑来的。嗯，但是石碑最主要的一个价值，它需要在上面有书单，有文字记录。对，但是好多石碑随着这个年代呀，保存现状啊，那个字就看不清了。明白啊？你说没有字是因为已经风化了，对是吧？啊，因为之前我印还挺深，嗯，比如我接触石碑呢，可能就是去国子监，哎，国子监里不是好多那个这什么状元啊，对，什么进士碑，进士碑嘛，对，小时候学校组织还是，嗯，是不是学校组织啊？好像是，嗯，然后就去看嘛，嗯，然后看到那儿一看，我说这好像没有字儿啊，上面都非常平了，已经啊，就是风吹日晒，风化了，对对对，或者被磨了，被破坏了，是。只有拆厨房的那个碑是有字儿的哦，而且那通碑，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它的文物价值非常高哦，是吗？对，因为它的年代很近，嗯，是民国八年的，中华民国八年，民国啊，民国八年的，嗯，但是它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碑座，它的碑座是一个贴皮的碑座。什么叫贴皮？就是它的那个碑座啊，原来是一个清代龙纹的碑座，嗯。因为到了民国，所以呢就把前面那个龙纹呢给切下去了，嗯，用另外一种材质刻了民国常见的共和那种麦穗儿，哦，刻了一新的花给糊在那上面了。哦，就是我入行到现在15年吧，大概征集了大几十块石碑，嗯，那是唯一一个贴皮的。它等于是比如说有的是破坏了，但它是完事之后还能弄一好的金镶玉了，是吧？这对，嗯，因为体现我民国的这个审美了嘛？嗯，我们说文物是反映一个时代人们的审美和价值追求的嘛。明白。那就把原来那个大清的那个龙纹都给抹了，嗯，啊，贴了一个这个民国的那个风格的东西贴上去。哎，这个石碑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嗯，你看的时候你能有什么感觉吗？能知道这是啊是什么时候的或者没有？没有哈，对，不太懂啊。随着工作慢慢的深入，嗯，随着。因为你开始自学了嘛，嗯，就是咱们不是聊过一次，我后来做了好多年的拓碑的工作嘛，是的，是的，是的，也就是因为我在一线做这个，然后你就想说，那我得把石碑到底怎么回事，尽量的能去掌握清楚。明白。随着不断的深入，回过头后知后觉再看，觉得说啊，我第一块征集回来的东西原来是一个这么有价值的。得嘞，那这碑上都写什么了？那是民国八年重修化县会馆的碑记。
就记录了这个会馆在民国八年重新修的这个过程。嗯，应该说是对这处会馆的一个历史记录的一个非常好的文物了，一手材料啊。对对，嗯嗯，这就是我干的第一个活儿，哟，还真不错啊，感觉命挺好。嗯，起步就遇了一个特别难干的，而且咱说白了，就是另外两块被风化的没有字儿的，那也就没有办法了哈。对啊。但是你说像我不懂，像这种碑啊，它的文物价值是不是就偏低了啊？你说没有字儿的，嗯，对，其实没有字儿的文物价值基本就不大了，因为它就是变成一块石材了，对吧？对，除非还能有一些花纹，嗯，或者说它的价值就在于我们通过这个石碑的出土，嗯，能断定，比如有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文献去看。说曾经这儿有过一个什么样的建筑，那这建筑里应该是有碑的。嗯，那么直到说这个东西出来了，那能断定这个记录的那个院子就是现在的这个院子。嗯，但它碑上没有文字记录了，它只有这个功能了。明白。其实咱我们可以稍微的拓展一点点啊，嗯，其实我觉得这个碑这个东西啊非常的好。因为其实据我所知，在大部分的这种所谓的建筑群边上都会有这种碑啊，对，然后记录啊，记录说当时这儿发生过什么事儿，是吧？或者说当时我们修这个建筑是怎么回事儿？嗯，就像你刚刚讲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现在嘛，对，对吧？我们现在很多地方也都有这么一块碑。那除了这个功能以外，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功能？像这种碑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如果它的位置没有发生过大的位移的话，嗯，通过查史料。然后跟这个石碑出土的位置的对比，嗯，我们大概能把院子原有的格局大概能复原出来。哦，比如说有的庙，因为庙是会有一个香火兴衰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是的，可能随着这个庙不断的衰败，它的庙产就被变卖了。嗯，那它历史上可能是一个三路的一个大院子，嗯，等到我们再看见它的时候，只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院了。那它历史上曾经范围有多大呢？通过文献和石碑出土去界定这个不可移动文物，就这个庙曾经的历史范围。嗯，有的时候我们也做过，这个碑离它登记的这个文物出土大概隔了两三个门牌号。嗯，但是你去通过文字和这个文献去对比，就能把这个院子原来大的格局整体的给它复原出来。明白，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重功能性的这么一个东西。对，所以一般我们看到这个碑文上，它都一般用楷书，对，是吧？写得很清楚。有没有那种特别野的人，在那个这种石碑上写草书、写行书的？那就是书法帖石哦，那个我们也干过。但是像这种具有功能性，一般不会，对对对，不会搞艺术创作，是吧？说什么你出土，你看不懂，我跟你说。那可能就是新的，是吧？对，啊，对，新的也没少干啊，是吧？嗯，太有意思了。哎，那个这个是一个渠道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文物征集。嗯，那这是到了这个施工现场，嗯，那还有其他渠道吗？比如说有这个群众，嗯，走路，他关心文物事业嘛？哎，突然间发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给文物部门打一电话，说我在哪儿哪儿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哦。疑似是什么什么什么？哎，就我的习惯呀，嗯，就是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到现场。而且你们有没有规定一定要去啊？按照规定是24小时之内到现场就行。明白。但是因为在这件事上吃过亏啊，犯过错误哦啊，比如呢，能分享吗？这个能分享，啊。犯错误的时候也能讲，能讲能讲。来来来说说，我爱听犯错误，不是？你说说啊，就是。在2008年，嗯，北京还有大拆大建嘛，然后呢，就接着举报说，在南横街的中兵马街那条胡同，哦，这个胡同现在已经没有了。哦，是吗？对，已经没有了。说有一块界碑出来了，这个界碑原来在什么位置呢？原来在一个院子里头，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北京的大杂院？嗯，有那个公共的那个上下水啊。水管子，咱们叫水池子，嗯，在那水池子底下垫着，因为院里拆迁，把水池子砸掉了，然后那个界碑露出来了。明白，就等于那是不是就相当于什么张大民早上起来刷牙那地儿？哎，对，就是对对对，是吧？拿牙膏，说干嘛呀？然后底下其实有块碑啊。对，哦，那是湘阴会馆界碑。哪儿？湘阴，湘是湖南的那个湘，哦哦哦，树荫的荫。嗯，湘阴会馆的界碑，界碑，
就是标记我这个会馆从这儿到这儿。明白。早上接的电话，因为当时有工作，说那就下午再去吧。等下午到那儿的时候，这块碑已经丢了，没了是吧？就没了。哦，因为当时关心老城文物保护的人很多嘛，是，大家就会问这块界碑的下落。那你确实就没有了嘛，所以这件事当时在我们的那个范围内吧，还是引起了一些舆论。然后那件事让我自己也确实一直觉得特别遗憾，就是如果当时把工作排好了，人先到，就比如我们的人先到，可能这东西今天它就在博物馆里了。明白。所以到后来我再遇到会馆的界碑的时候，事隔两年，距湘阴会馆这个碑大概200米的位置，另外一条胡同里头，出了怀宁会馆界碑。就是你心里头那个劲儿就上来了。那当然，又是界碑。对。然后在单位放下电话就走了，就是恨不得得日剧跑，都得跑着去啊。开了一面包车，开了一面包车呢，然后到那以后就发现这块界碑了，在一个废墟瓦砾的这个堆上面，因为它拆了那个乱七八糟了嘛，哦、那边当时在拆迁嘛，院子拆的乱七八糟，全是碎砖，然后这块碑就在那里头埋着，大概那个位置，举报人也在现场，说应该就在那儿，我们就开始刨，就我一个人嘛，哎呦，刨出来看见这块界碑了，大不大？这是1米1，哦，长，有40公分，宽，10公分厚，就这么一个，很小，对吧？因为一般界碑是比较矮的嘛。对对，然后我就打电话让这个专业的运输队过来，因为弄不走嘛。打完电话等着吧，因为那个时候大拆大建多，所以他们工作也特别忙，就是说他只能干完一个活再跑过来，因为你不是提前约好的。明白，那边厨房正拆呢，就是。对。就跟那儿等着的时候，远远看见来了一波人，因为那时候常年在胡同里头跑，就是这些咱现在管他叫文物贩子也好，甭管他什么人吧。明白啊。敌对势力。是敌对势力。看见那几个人又在那儿站着了，大家就是有一个东西出土，你官方的和他们得到消息的时间差不多。当时我一看，人家5-6个大小伙子，那又怎么样啊？真抢，真抢啊，真抢！天哪，我们有一个工地，晚上就是这个是一个大的石碑，大的石碑我们都是所有问题都没有，然后就在这儿放着。明天一早起来，我车过来拉那个石碑4米多，夜里头就那个130卡车就来了，然后那个看现场的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说我见不着文物局的工作证，我绝对不让你们进来，然后人家这帮人拿着镐把子就下来就要抢。最后报的警，那肯定得报警啊！我们夜里都到的嘛。哦，这还挺凶险的，挺对。当时我一看，那哥几个过来就是奔这东西来的。这嗨，就也是迫于无奈吧。也赶上岁数年轻，我就给那界碑抱起来了。抱起来以后真沉啊，那玩意儿。你能抱得动啊？当时20多岁，真棒啊！这钢筋水泥的胳膊，真是啊！现在还行吗？现在抱桶水都费劲。现在你就趴上头，对吧？打死我！拿我自己扇在上面是吧？当时抱起来就从砖头上往下走嘛。然后我们那面包车给那个后备箱一开，就给顺进去了。真棒！顺进去以后腰就折了嘛。啊，你不觉得我从来坐不直吗？我的腰那脊柱后面是歪的。哦，真的？对，就我不能长时间坐着。哦，哇，这么严重啊。就把那块碑运回单位，然后我变成了那半个月我们单位最有礼貌的人，因为我弯了，就那个腰什么我弯了，哎呀我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了，挺感人的一件事儿吧，这个千万别播，那就播呀，肯定播呀，这个腰啊就弯了，见谁都鞠躬，哇，我们领导说了，说你看这孩子这么多年没这么客气过啊，哎呀，真是，这还真的是挺行，这算工伤了，这个对，严重。当时是骨裂吗还是怎么？不是，就是错位了。哦哦，错位了啊，明白。所以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嘛。嗯，那但是这块碑我弄回来了。明白。而且那是现在据我所知唯一一块会馆的界碑。
就是会馆的石碑有好多，但是界碑就那一块，真是本来有两块的，是吧？你就别说这事儿了。不是，我认真说啊，就像这种东西，比如说这文物贩子他们会来的，当然是有利可图了。哎，那这个东西真的能够转手，有那么高的经济价值吗？谁会去收集这样的东西呢？这个就题外话了。嗯，北京当年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我们叫石碑的墓地。嗯，在吕家营哪儿啊？朝阳。哦。就十八里店那边不有个吕家营吗？嗯嗯嗯，十八里店南桥那边，嗯，吕家营当年有特别大的一个卖建材的地方，嗯，其中有一个区域是专门卖石材的，嗯，是其他区的一个哥们儿跟我说的，说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嗯，他说你低调点，有什么想法咱俩出门再商量。明白。我们俩到那以后，我们俩都傻了，大块的石碑，就是没有座，嗯，整块的在那落着。就是一块叠着一块哦，我们俩当时看见30多块，那等于就完全是当石材卖是吗？对，不是当文物卖，不是当文物卖。然后我就问我说：“这个干嘛使啊？”嗯，他说：“那谁要用石头？比如说，嗯，咱们现在看一些汉白玉的石碑都是这个曲阳的嘛，嗯，但过去老的好多都是房山大石槽的哦，那个汉白玉好呀。”那人家就当石料就卖了哦，这样啊、嗯。然后我们俩当时就想说，看看有没有他们区的跟我们区的，嗯，要有我就弄回去了。嗯，结果那不可能、啊，稍微多看两眼，人家那个警惕性就上来了。哦，是吗？对、哦，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你也没法说人家是怎么来的，而且人家落在那儿你也不得看呀，对，是吧？对，那玩意儿谁搬得动啊？原来如此，那真是有点利益就行啊、嗯、啊，就当废石头卖啊。对，所以跟他们斗争了那么多年嘛。嗯，真不容易。嗯，但是你说这种是工地出的，嗯，那有时候居民给提供线索的，那10次有9次都扑空。嗯，然后每一次扑空都是人生美好的回忆。这怎么讲呢、哎、啊，说几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好啊。嗯、有一年接了一电话，说在哪儿呢？广安门外。就是咱们聊过金中都啊，啊，金中都那个位置差不多。你看看你们西城文物全得跑我们是吧？宣武去 啊, 啊。居民来电话说，有东西漏了一半哦，疑似是青铜器。嚯，这家青铜器，这怎么着不得是汉代的？当时心里头嗯就不大相信这事儿，嗯，因为他给我提供这个位置啊，是附近的一个著名的小区哦。这小区要盖小区，它得挖地基啊。对啊，那都是做过考古报告的呀。当时觉得这事儿不大可能。嗯，出土汉墓了，你看这个、啊。然后，但是那个居民特别笃定。嗯，就说你们赶紧来。我说那就去吧。那时候正好我就还有一个小哥们儿，我们俩就赶紧骑，那还骑摩托车呢嘛，嗯、骑着摩托车就去了。到那以后呢，提供线索的这个居民啊，人家很负责任，人在门口等着我们呢。嗯，然后把这个工作证一亮，说我们就是文物局的，接着您这电话了，咱们赶紧过去吧。到那儿以后是片草地。草地是什么意思？是草坪还是绿化带？不是，就是小区的这个草地、嗯、草坪。草坪啊。我说这可能性就更小了。嗯，那随身带着铁锹呢嘛，把这工兵锹就装上了，我让我先刨吧。好啊。一铲子下去，我这个锹就杵着东西了。嗯，当时心里就想，坏了，大意了，青铜器让人给杵坏了 啊，留下了我的痕迹了。完了，这怎么办呢？那就、啊、就拔草呗。嗯，拔草，这层土皮一拔，一个四方的铁锈色，带着四个大铆钉，认真看了看，小区上一代路灯的灯座。哎呀！哎呦，你说说，那个颜色也不大对啊，这是吧？当时就跟居民解释了，嗯，应该大概就不是文物哦。嗯，居民看了看铆钉，嗯，然后也很惭愧，因为他在电话里头把他自己的专业知识分析啊，给我们分析了一遍嘛。哦，但是为了鼓励人家这个文物保护的积极性，是啊，还是对人进行了一番肯定，然后给发放了一些纪念品，嗯。这个事儿就完了。有什么纪念品？当时就是一些，比如说博物馆的什么出的书啊，哦、活动纪念品啊。那你们出去还随身带着点哈？对，啊、一般比如这种情况的话，我都会给人稍微带一点东西。真好，对，因为
你绝大多数时间是需要大家提供线索的。是是是，我原以为这就是我遇到的最离谱的一次征集了。不是吗？还真不是。嗯，就在距这个地儿大概1公里的位置，就是咱们从二环外就进到二环内了。嗯，就在二环边上，一天早上起来接着一电话，说我们这里出土了石龟。石龟啊，石头乌龟啊、哦，那是背着底座喽，是吗？我问就多大呀？刚开始他一说出土这个时候，我也以为是那个龟夫呢，就、啊、就咱看的就所谓的王母驼石碑嘛。对，说不大，说也就40多公分，啊、哦，很小。以我当时的这个工作经验来说，没见过。嗯，但是由于那个地理位置嘛，咱就觉得说，是不是咱知识有限、嗯、是吧？没看见过这东西。赶紧去，到那儿以后，站了5、6个群众，把那个石龟就很好的保护了起来。什么位置？小区大门口。哦，然后我们说赶紧看看吧，人家还拿布都给盖着，说怕有坏人。嗯、掀开一看，底下是白的，上面是绿的，呈翡翠光泽的一个乌龟。哦，乌龟上趴着7、8个小孩和一些铜钱儿。哇，这什么东西啊？完了，拿起来一看是树脂的，嗨啊，工艺品啊，哦哦哦！但是居民人家不具备这个鉴定能力，这咱也可以理解。是，然后就问这个居民说：“这个位置原来有什么施工啊，还是怎么着、嗯？就您怎么能认定它是出土的呢？”说没有施工，原来这里卖羊肉串。结果我们那个同事拿起来看了看，跟我说：“确实，这上面还有羊油呢。”嗯。然后我们说这个应该就跟人解释清楚嘛，因为咱们一方面做文物征集，另外一方面咱们还要做宣传嘛。那这乌龟和卖羊串有什么关系啊？你听着呀。然后呢，我说这个东西啊，它可能不是文物，嗯，这个以我们的专业知识来说，它是树脂的浇筑的，嗯，就是潘家园啊，什么马路边啊常见的那种现代工艺品吧，嗯，那居民就不同意了，居民说你们这个就属于不跟我们说实话。最起码是个翡翠的，嗯，说你们这就是你们小哥俩是不是自己给弄走了？哦，嘿，后来急中生智吧，从兜里掏出一打火机来，给那龟脚一条腿儿点着了，嗯，拿打火机一点，夸夸夸开始流汤，嗯，树脂的嘛。这个时候卖羊串的那个人过来看热闹，嗯，说什么事儿啊？一看看热闹，说：“哎，你们动它干嘛？”说：“这是我跟那压那个卖羊串那个箱子用的一个，要不要赔人家？啊，把人家这个生产工具给点了，这个啊，啊，这个就，但当时其实心里特欣慰啊，嗯，就是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文物保护意识，的确，这个工作就好干了。的确，的确，的确，嗯、哎呀。”真的挺有意思的，咱们讲了这么多这个很有趣的事情，包括咱们讲过石碑，嗯，稍微我俗气一点啊，俗气点，你在这个文物征集过程里面有没有征集到过那种非常厉害的这种啊文物？嗯，咱不说它的那个所谓的什么经济价值，就是说，比如史料价值啊，或者怎么样？嗯，有啊，有三件，是我自己认为它的文物价值特别高的。好，咱说说，嗯。第一个是一个会馆的石额，这是干嘛用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去看那个古装片啊，嗯，什么客栈呀、衙署啊，包括私人宅邸，它都会挂一块额。哦，匾额哦，匾，嗨，我以为是大额呢。我说，哟，这刚才有什么石龟吧？又还有石额，我说没见过大额。哦，匾额，石头的啊、哦，安西会馆。哇，福建安西啊，对，那是李光地当年的宅子哦。李光地告老还乡以后，他本身是安西人嘛，嗯，就给他捐成这个会馆了。李光地大家知道吧？就是这个康熙王朝里边有这个人，康熙朝的重臣，嗯，后来这个官做得很大哦。那么后来他在北京当官嘛，老了以后告老还乡走，他就把自己私人的这个宅子。捐出来做了他们安西这个地方的会馆，同乡会哈，对，安西会馆、嗯、厉害。安西会馆的石额，嗯，他这个征集很顺利，得到线索，然后就给他征回来。他在本来在一个小学的这个停车棚子里头，哦，那上面写着
安息会馆吗？它是扣在土里的啊、嗯，但是你通过它那个后边那个槽啊，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它不是普通的大石板，嗯，它是有这个工艺痕迹的，使用的。人家给我们提供这线索以后，我们就去走访学校的老人嘛，嗯，老人就说当年这个学校这个位置呢，就是安息会馆，哦，这是安息会馆那个石额，嚯。后来说那就翻过来吧，就跟学校沟通完以后说也很配合我们，翻过来一看安息会馆四个字就赶紧拉回去了。那是我现在据我所知可能北京会馆唯一一个留下的石额。嗯，真东西啊。对，而且它有稀缺性啊、嗯、就是我们比较在意的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嗯，然后这是石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木头的。哦，在米氏胡同北口有一个棺材铺，前两天我们不是 City Walk 来着吗？嗯，这个 City Walk 的时候呢，跟大家讲说这个过去北京的这个买卖铺户啊，嗯，都有这个挂檐板，就大家现在去看它那个平底儿，嗯，然后在屋檐下下一块木头，嗯，这个木头比如刻一些吉祥如意的花啊、哦、什么的，这种挂檐板，然后那个棺材铺的挂檐板呢，刻的就是本店自营。南北珍贵木材，什么金丝楠阴沉，写了一堆、嗯，一个一个的圆的那个铜钱的这个背底儿，嗯，上面刻着字，完了满雕花，大概有5米长吧，嚯，大挂檐板。然后那个地方就是要拆迁，我就盯上这块挂檐板了。啊，它原本在什么地儿？就在原来那个棺材铺的那个啊门脸上挂着、啊，一直挂在那儿，一直在那儿挂着。哦，那后来这个门脸当时还是。这不是棺材铺了吧？早就不是了，是民居了。哦，是民居了。对，啊、然后他就遇上拆迁嘛、啊。因为我们要做征集的话，一方面人家给你提供线索，另外是你自己心里得有谱。明白。就是你得知道大概哪儿要拆迁，哪儿的拆迁区里头有哪些东西是你可以征集回来的。嗯，对吧？因为你手慢了，敌对势力就弄走了嘛。这也要啊啊！什么都要。好木头啊，门板啊。这过去那门板上刻那个楹联，嗯，你都要啊。哎呀，然后就一直盯着，但是我得等那户居民人家走了，嗯，因为他房子本身不是文物，他只是那个挂檐板好。冬天，天天去，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到单位报完到，骑着自行车到那个棺材铺门口看一眼，嗯，啊，完了问人家这户走了吗？就当时每天在那条街上跑的有三个人，嗯。一个是房产中介，一个是收废品的，一个我。嘿，然后就等那户终于走了，连夜开始拆，嗯，带着人去拆那个挂檐板，那个挂檐板全套一块木头没少，拉回单位，直接就除尘，嗯，清理，清理完了以后呢，就入库房了，嗯，那个是我在。老宣武区见到的最好看的一块挂檐板，那是什么年代的？大概能判断吗？那块挂檐板是清末的哦，那也是好木头喽，好木头是吧？到现在也没朽，对啊，而且它雕花细，嗯，而且它的这种广告啊，嗯，它你比如说咱们去大石烂去看啊，它有好多的这个广告，比如说瑞富祥，对，是刻在门口的，嗯，有的呢，比如说小一点的买卖呢，嗯。是一个那个咱叫粉白的墙，嗯，墙上拿墨写着什么珍珠字模呀、啊、什么的，这些是是是，但是这种挂檐板呢绝大多数都是像如意纹啊万字不到头啊这种吉祥纹饰，在挂檐板上写自己家的这个经营项目，而且还是一个棺材铺，我只见过这一个。哎，你这么说还真是，一般大家这个招牌它比如大买卖，他就写一个大匾上嘛，嗯，有的还是金字儿的那种，对，是吧？对，啊、嗯，对。但是这个挂檐板就很稀缺嘛，嗯，然后就给弄回来了。那他那个雕的那些字儿也是原木色是吗？嗯、上面有一层朱漆，本来是有漆的哈。对，啊、嗯，而且当我们蒸的时候，那层朱漆还在，就很斑驳，所以显得特别漂亮。哦，它如果朱漆一点没动，就显得很新了嘛。但是那100多年，很斑驳。特别好看，哎呦！但是同事也开玩笑啊、嗯，说你这个天天挖人家碑就算了，你这个已经开始产购销一条龙，你连棺材铺都开始呵呵那个往回弄，但那个东西真的很，就我再也没见过，真是。我当时就想说，如果有一天
比如说在做类似的这种商业展览的时候，这个东西挂出来，嗯，那个是多好的一个展品，嗯，对吧？真是，它也见证历史，对吧？你说这么多年人来人往，世事变幻，嗯，你说后来它变成民居了，当年它在那儿，它就是这么一个买卖吗？对，你可想而知，比如我们喜闻乐见的那些文艺作品里边，是吧？嗯、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一个数来宝的人走到门口，哎，这个掌柜的是吧？棺材铺真叫好，一头大一头小，哎，没准就对着这个说的呢，对不对？而且它的位置是在米市胡同，嗯，米市胡同就在菜市口嘛，嗯，在菜市口这个十字路口往东，就一直到罗马市大街，嗯，沿路曾经历史上有好多的棺材铺，哦，对，那个是当时在那条街上，它是一个产业链。明白，明白，嗯、就这种事儿，其实一直在延续到现在嘛。很多地方叫什么什么什么一条街，什么一条街嘛，对对吧？米北庄嘛、啊。哎呀，对，哎呀嘿，那、啊、那都得烧这个。对、啊，所以就是你以后再想去讲这条街的历史的时候，嗯、提到这一个板块，你说棺材铺你怎么给大家去讲呢？嗯，那但是有这个东西在，就能把这件事说清楚。真好，这是真正的文物啊，嗯、见证历史。嗯、对，嗯。然后再说最后一个，嗯，那个是我觉得可能今天看价值更高的，嗯，它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石，当时要刻嘛，刻奠基石的那一套工具，嗯、哇，嗯，这是从何找着啊？这玩意儿，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它那个碑身就是那个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那个，嗯，那个不是传统的这个手工艺老的这种。碑刻艺人刻的，但他那个奠基石是碑刻艺人刻的，是咱们北京琉璃厂的这个陈云亭卷碑处，这是当时琉璃厂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刻碑的传统艺人，他们家，嗯，当时是为了盖人民英雄纪念碑，嗯，然后中央找到他们家，请他们家人来去刻的这块奠基石，后来是因为我们院里当时那个单位有好多的那个石碑嘛。他们家的后人老爷子就上我们院里遛弯来啊、哦，看了这么多，然后呢，就是人家一般来可能就走马观花，老爷子每一块看的都很细，我就愿意聊天嘛，嗯、我说您这个就是喜欢这个吗？嗯，后来老头就说我们家是谁谁谁，但你做相关工作，你肯定知道，嗯，历史上北京谁家做这些做的好嘛，嗯，然后就和老头就聊天，交朋友，成了忘年交，然后。老爷当时本来想着说就是借展，那我这人比较狭隘嘛，我老觉得这东西还是能永远留在我们这儿就更好，因为你要去讲他的故事嘛。嗯嗯，这么着大概磨了老爷子一年吧。后来有一天老头来，一进门说：“咱俩今天好好聊聊。”我说：“沏茶，嗯，倒水。”老头不抽烟，那。把茶都沏好了，我说咱这俩聊呗。嗯，我说老头老来，聊得差不多，老头把东西拿出来了，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套东西啊、哦。我当时就把摄像机打开了。哎呀，我说那咱爷俩今儿就讲一讲，讲一讲，您给我讲讲这个故事。它是多大、啊、多大的？很小，嗯，就跟咱们那种咱小时候玻璃刀，嗯，都是那种小的，锤子、簪子什么的都不大，都那么小啊？对，因为它刻碑的嘛。它是个细活嘛，哦，让老头把这东西放在这儿，开始说我是谁，我们家是怎么回事，嗯、当年这件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我们家人就是用这套东西去刻的那个，把这套东西说完，一关摄像机，跟老头办征集手续，嗯、这套东西就留下了。哇，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咱们说文物价值，嗯，因为文物价值，就胡总说的特别好，它不是经济价值的问题。对对对对，但是说这三件在我心里头。是特别有价值的，明白，明白。其实大家可能真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也抱着一些期待，比如说，哎呦，刘所这个征集的过程里边有没有征集过这个啥，就是乾隆的印章啊，哎，什么谁用过的什么笔洗啊，啊，谁弄个什么大青花啊，什么类似于这种东西，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文物啊，但实际上我们听下来，其实都是这些。真正经历过一代一代人流传下来非常具有我觉得这真的是文物价值的这些文物哈。对，嗯，您说咱们说到经济价值啊，嗯，也征过，嗯，在鼓楼有一个院子，嗯，然后院子里一户居民来了个电话，
说我们家院里头，嗯，有一块太湖石，太湖石，太湖石啊、哦，就是这个瘦漏透，咱们这个北海，哎里边很多地方都有摆着，对，还有很多相关的传说，哎，说这个，我说我这个太湖石啊，这不是从这个太湖运来的 啊，这是从边上西山弄来的，也挺好嘛，嗯，要不是说根本不是那回事。是不是？对，然后，但是那个院子是公房的院子，嗯、那个石头不是谁家的。嗯，要是我说他这个价值这个事儿值得聊一聊呢。嗯，一个老奶奶来电话，他说：“你们过来看看吧。”我们就去那院里头一看，真好。嗯，就是从这个太湖石瘦、漏、透，嗯，这三个标准来说，这块石头都是好石头。大吗？大概。不算底座的话有80半人高啊，差不多1米、嗯、1米2一块石头，关键难得的是底下配着一个汉白玉的座，嚯、哦、它有一个池子嘛，它就把这石头坐在这池子里呢嘛，嗯，一整套，这都什么人家有这东西啊，那个地方当年是个庙哦，然后呢老人也说当年呢也确实是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吧，对啊，大家对他一直有保护，那么后来那个时代过了以后呢，就重新放到院里，院里的老街坊们一直是代代守着这石头，就是不让孩子爬呀，不让孩子砸呀，就是一直守着这个、嗯、容易坏呀，对，嗯，老人为什么要给我们打这电话呢，因为当时院里头的老人剩的不多了，哦，就是那个老奶奶我见的时候也得80往上，说好多人各种各样的人到这院里来打这石头的主意，一定啊，嗯，说这个人也老了，说可能呢就不定哪天看不住了，或者说老太太可能言外之意就是等这波老人再一走，底下年轻人虽说这个不是谁家的，嗯，但是这个事儿就不好说，是，而且太湖石的经济价值大家可以自行去查一下，是的，是吧，从古到今就不是个便宜的东西，嗯，好，他说你们文物部门赶紧把他拉走吧，这要是睡一觉一睁眼没了，嗯，这你心里什么感觉，对，嗯，而且当年那个石头质量小汽车吧，嗯，然后很感动，嗯，真的，我当时跟那老人说，我说您放心，这块石头我们拉走，他以后会展览，嗯，就是跟院里老街坊说什么时候想看这石头什么时候去看，而且我们在以后展览的时候会把这个石头从哪儿来的这个事怎么回事，嗯，都说清楚，因为老人他会有一种感情在里边，是，就是我跟这石头在一块过了这么多年，嗯，没准过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对吧，有很多人就生在这儿嘛，那从小他就看着这东西， 对， 对，但是我说我跟您说从工作角度啊，这个是一分钱没有。嗯，他说没想要钱呀、啊，说想要钱背着你们我就卖了。嗯，对吧？然后这可能是我做的征集里边，我觉得经济价值最高的。嗯，这个故事真是让人挺感动的啊。不过我们听到现在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你们到一个地方，然后去人家给你们举报，然后让你去看有没有人带着东西来的啊？有，来你们这儿、啊、有有有。我遇到过两个老人，嗯，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哦，你说说啊。嗯、有一个老人是老两口，嗯，一块儿来的。老两口一块儿来的呢，说我想捐一个东西。我说您捐什么呀？我捐一个洗澡盆。哦，我说洗澡盆在我们的概念里，它肯定不属于文物了。嗯嗯。我说那边说我捐洗澡盆啊，老头说我跟老太太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买的这个洋铁皮的洗澡盆啊、哦、我们俩今年结婚整50年金婚，觉得这个洗澡盆呢我们俩想以一种方式呢把这件事呢记录下去，孩子并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东西，嗯，说你看能不能捐给博物馆啊，嗯，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好故事，而且我们不仅要征文物嘛，有时候也会征一些民俗类的展品。明白。我说那我就跟您去家里看看去吧。嗯。开车到老头老太太他们家，在丰台，嗯，还不是我们去。嗯。到那以后看见这个洗澡盆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洗澡盆的这个盆底啊，老头当天自己刻的字哦，谁谁谁谁谁谁哪哪哪年结婚纪念，嘿，很幸福。嗯，后来我说那这个东西我们得挣回去。我觉得比如有一天做这个民俗的展览呀，嗯，一相关陈设的时候这个盆用得到。而且我很羡慕那对老人当时的那个状态和他们的想法。嗯，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好多时候会觉得说东西是我家的，我一代一代往下传这件事儿是正确的。嗯，我们没有那么强的说要把一个自己家东西捐给博物馆的这个概念。嗯，但是这两个老人的想法我当时很感动。然后这个盆是我唯一争的不属于文物的东西。哎，这个还挺有意思，就是所谓的属不属于文物，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定义吗？有啊。啊，最简单的来说，49年以前的，嗯，它有它的历史价值，有它的人文价值，嗯，你就可以给它认定为文物了嘛。哦，但是石碑是一个特例啊，一个院子里头的石碑，这石碑不算一个单一的文物，它算这个院子的附属物。嗯，如果它的院子不在了，那这个石碑就算单一的一个文物。嗯啊，所以基本上49年以前的，而且再新的我们也就不征集了嘛。嗯，只有这一个，49年以后的。嗯，而且没有什么历史价值，也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了，它就单纯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故事。嗯，我觉得博物馆应该记录一些美好的故事。嘿，真浪漫啊，这个 啊真好。它这个铁盆我似乎都不怎么见，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什么铝的那种盆呢、啊、它那种铁盆是箍的吗？还是就是断压的？还是就跟咱小时候看那个土簸箕似的啊、嗯、砸出来的，砸出来的啊、嗯、铁皮，铁皮的，羊铁皮的。哦，还挺大，一大澡盆。哦啊、嗯、我这车当时拉不了嘛，我找一货车给拉回来的。哎，你说这我一直记着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幅场景。嗯，应该就是在景山、嗯、景山东街那边，不都是一些小平房民房。嗯，我原来经常路过，这还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吧，我就去什么北海啊什么去玩，我老看到景山东街有一个小民房，上面写着是做铁皮东西的一家店。 哦我知道那家，是吧？对对对，然后他门口总是他挂着个铁皮，然后也写着自己做黑白铁，黑白铁，对对对，是吧？就是那个。然后现在还有吗？估计没有了，没有了吧，没有了。哇、哦，因为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行业，然后也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想是不是做烟囱，还是烟囱、土簸箕、澡盆、脸盆。对，那家店我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感觉不是这个时代的这个产物，但是每次从那儿走的时候都觉得真有意思。所以胡总，你说这个、啊，我就觉得我这件物品，嗯，征集的有价值、是吧？对、啊，等我们再上一些年岁的时候，我们再看到这个，这是我们祖父辈人用的东西。对，我们根本就没有用过这样对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心里特别暖的一次征集，非常好。嗯，然后我们就再说说另外一个故事，嗯，也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当时呢老上我们单位来，有的时候呢就聊聊天。有一天老人来的时候，拿着一个手提包，嗯，上海的那个人造革的那个手提包，哎呦，原来很常见的。嗯，说我要捐东西。嗯，我说您捐什么呀？把这提包给我看，说都在这里头呢，说我要去你办公室咱们聊一聊。然后到办公室以后，老头从这个包里头拿出来几十张大石烂地区的地契、房契，嗯，当时买卖铺户的股票，哇，包括当时一些市政设施建设的工程的这些什么进货单呀、报价单呀，我说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嗯，大概总共有100多张吧。哇，那就很有价值，而且明显是自己收集的呀，多年珍藏啊。老爷子就给我讲说，他原来一直很喜欢这些东西，因为就比如说你做历史研究，这些东西相当于就是一手资料了嘛。嗯，恰好跟你的领域相重合的话，就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我当时看完以后，说心里话，很喜欢。嗯，就觉得太珍贵了，特别是大石烂的那些地契。对啊，股票，我第一次见民国时候的那种股票，因为我们现在的股票都是一个数字编码嘛。对，都不是实体的东西啊。
然后那个股票就像一张奖状一样，真的是票啊，真的是一张票，像奖状一样。我在某些展览里见到过这种，对吧？嗯，对，上面有这个字号的名称，对对，点写着持股人谁多少多少，嗯，这些东西我当时觉得太珍贵了。然后老爷子就说这些都捐给你们吧。嗯，我就多问了几句嘛，我说您挺好的东西干嘛自己不留着了？因为其实有时候我更在乎这个征集背后他上一任主人的故事。对对，我说您为什么自己不留着了？老爷子说这些东西我现在看不上了。啊啊、嗯、哦，我说多有价值的东西啊，这个多好啊、哦、开玩笑说写论文这点东西都够考个证高了是吧。嗯，老头说这些东西不行，我现在改收藏瓷器了。哦，我说这个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门类啊。对啊，我说您收藏瓷器，您收什么瓷器啊？老头说我现在改收元青花了。哎呦，那家伙，我一听那心里就凉了。这元青花我做这么多年我没见过实物，就是我们自己手里的没有，只在博物馆里看过，在其他人的大馆里见过。哦，我说这民间收元青花这件事听着就特别不靠谱。嗯，我说您那个东西靠谱吗？老头说你有事儿吗？我说我没什么事儿，我是上班吗？有什么事儿？我们家不远，你跟我回趟家。老头就把我带他们家去了。嗯，那那股票什么就搁那儿了。对，那个我就该登记啊，该办手续那些就常规工作嘛。嗯，做完了，然后跟老爷子回家，一进屋，一屋子元青花，听着有点吓人啊。感觉我见过的器型，嗯，老爷子那儿都有，就跟小史老师最新的这节目里头录的那个是一样的，哎、咱见的硅谷子是吧？啊，硅谷子下山 啊, 啊，硅谷子下山那个罐儿，嗯，是吧？直径50公分，嗯，老爷子那硅谷子1米2，大化钢，哎呦，心一下都凉了，看这种东西啊！而且老头跟我说说，为什么买那东西给你呢？我要全身心的投入到元青花的收藏当中。哦，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能跟老人说说您收这些东西全是大瞎火，对吧？就用我们话说，就一点都不开门。嗯，您这老把老头可能就。就俩结果，要不老头把我骂出去，嗯，要不把老头心脏病给吓出来了。是的，是的，是的。我说这东西您得慎重呀。嗯，对，点到了，对吧？嗯、我说这个东西这么贵，您得慎重呀。老头跟我说要拼眼力，嗯，要拼胆量。老头给我上了一个，哦，上完以后，我说那您下一步什么打算呀？老头说，不行，把房子卖了，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流散在民间的，都需要收集回来。嗯。遇到有识之士，这些价值就不可计数了。哎呀，反正我从那个老人那儿出来的时候，心情挺不是滋味的。这得花不少钱吧？对，搞那么多，那个、那咱见过那退休的老人，那老法师买镜头什么劲儿？嗯，对吧？他在拿这些东西买这些假的元青花，这可比镜头贵，我感觉这玩意儿啊，贵多了，对吧？对啊，嗯，而且这个也在节目里头劝大家一句吧，嗯，其实我觉得说喜欢收藏啊，嗯，这些东西没问题。您说我个人说觉得这当工艺品买都不是问题。如果您没有真正受过专业培训啊，受过专业的这个训练呀、啊，在文物投资这件事上。千万得谨慎，是，您就琢磨吧，北京是这么多博物馆，像我们这儿的人有这么多，嗯，都没听说谁能捡着漏，谁能靠这个发了家，您这个看看讲座买两本书您就一头扎进去，这事儿就不靠谱。像你们这些专业的工作人员会去什么潘家园这种什么旧货市场？不买。会去吗？会去。会看吧。会看。咱能不能稍微说，我多问点、嗯、这不知道你能不能讲啊，这不能讲咱就不讲、嗯、那里头嗯有真东西吗？潘家园不是小史老师的研究领域吗？哎呀天哪，这么回事啊。啊哦，对，10000件里头嗯怎么也能有1-2件。哦，是吧？对，肯定会有。不会真没有是吧？不会真没有。哦，但是
至于这一两件是真是卖给您的，还是他另有他用的，哦，咱就说到这儿。卖猫的啊，哎，对，卖猫用的啊，卖猫的老太太碗好。哎呀，这碗你看看，就知道卖猫了。哎呀，真是，嗯，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吧。是，就是因为这两年还好，头几年这种宣传呀，嗯，反正这么说吧，嗯，这里头的人绝大多数我们在行业里头人看，嗯，眼熟。嗯，明白了啊，明白了，嗯，这个东西一看也眼熟。嗯，这都是前些年这收藏热呀，哎，是吧？对，电视各种各样的节目啊，各个电视台都来搞这些东西，嗯，大家抱着自己家里的这种宝贝哈，嗯，然后过来说您给看看什么的。哎，有没有人拿着让你，就我不是来捐的啊，嗯，你给我看看，看过不少 啊，你给我看这我这东西怎么样，你给看吗？如果要是比如说居民啊或者游客呀，啊，人拿一个东西来，然后我们一般就说我们这个不做文物鉴定。对，一个说就我不做啊，另外一个呢，如果人家再较点真非让你看呢，我就直接跟人家说，我说我是做这个石刻类文物征集的。明白。您报的这瓷器啊木头啊，嗯，我看不懂。嗯，那亲戚朋友这事儿就没法儿，哎，是吧？是是是。一般呢过年的时候，嗯啊，家里头人欢聚一堂，嗯，然后总有一些叔叔大爷们啊，从车里头抱下一个囊匣，嗯，囊匣打开里头有一个瓶子，嗯，然后这瓶子一打开，啊，然后就，哎，您抽烟抽烟，哎呀，讨厌，啊，就，啊，反正可能我们家这个亲戚水平都不高啊，别，嗯，别，嗯，我还真的没有见他们从市场上买过真的东西。嗯，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啊。你说，有一个北京曾经比较著名，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这个文玩市场啊，哦，门口呢有好多这个占地摆摊的这些游商，因为他们都属于这个打击对象嘛，他不是正规的有摊位的这种经营的，那么就被查抄了。当这个查抄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呢，就只能移交给文物部门了，对吧？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大家常见的这种地上摆块布，嗯，然后摆一堆瓷器啊、玉器啊、铜器啊的东西。有一年我们就接到这么一个工作任务，大概有大号拉杆箱200多箱，全都是这样的。嗯，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进行初筛，200箱全部打开，一件一件的筛，从里头找到有可能是文物的。这是我人生中非常生动的一堂课。这个活儿我大概干了半年的时间。天哪！把这200箱东西一件一件的过了一遍手。你一个人啊？两个人。我天哪！我们干活不能一个人，因为说不清楚啊。哦，对对对，那你俩人你也得是你看完他看他完就也都得看一遍，啊，就两个人在这儿就打开一个箱子，比如咱俩吧。哎呦，我都崩溃了，我想着我这，啊，一件一件拿出来。嗯嗯，然后当时领导说，最起码咱把铜的东西先捡出来吧。好，嗯嗯，大家这两年不知道见的多不多，因为这两年我也不怎么去逛了。以前我们老能看到，比如在立交桥底下、医院门口，会看到有人摆一对什么，比如说铜的仙鹤，嗯啊，有铜的梅花鹿，哎，这些年不太有了，是吧？不太有了，这些年连那个一个木杆上夹一王八的都不多了啊！哦，大鳄龟，是吧？对对对对对，啊啊啊！然后还有什么铜佛？嗯，当时我把所有铜器都筛出来，摆了一地。我们当时就有一个疑问，说这东西我当铜卖都值了吧？是啊。那科学严谨的就可以做实验了。嗯，怎么做实验呢？它里头有一对儿这个铜锤，前面一个刮棱的一个锤头，后面一个铜杆，嗯，一木头棒啊，哦。我说这铜锤，这那时候不老有那个电视上那个护宝锤？哎哎，我说这就当我这护宝锤。嗯，我就砸这些铜的。嗯，看看什么样。有一个铜的仙鹤，我说我先砸这仙鹤吧，因为它大。嗯。就我把它砸了以后呢，腾个地儿，我一锤子下去，霍总，你猜什么场景？那想必这仙鹤粉身碎骨了吧？就啊，仙鹤粉身碎骨啊？那不可能。嗯，一锤子下去，漫天飞雪花啊！
什么意思啊？我那锤破了。你那锤什么材质的呀？我那锤啊，里丢人现眼。你看过《隋唐演义》吗？嗯。大锤匠是吧？嗯。齐国远、嗯、啊，平生惯使一对锤，专讲以力降实惠。很多人都使用双锤嘛。对，要是有人不相信，准有一兵器碎。嗯，啊、我这就兵器碎了啊、哦！一锤下去，我那锤头是一层铜皮儿啊、哦，这皮儿破了，里头全是白沙子，沙子是吗？啊，天哪，真行啊！哎呦，给我兴奋的呀！嗯。我就有底了，嗯，我就叫上几个保安，哥几个拿铁锹，除了铜的香炉以外，剩下全部拍了一遍，嗯，没有一个是实心的，天哪，不是石膏，就是沙子，嗯，最损的里头是水泥，嗯，那我们觉得说这批东西砸完了以后，下一个目标那就是木头，嗯，花梨，黄花梨的官帽椅，嗯。一摸都是粘的啊，底下，那就是做旧熏的嘛。啊，我们那个同事问我说：“哥，这咱砸不砸？”嗯，砸呀，反正它不是文物，它肯定不是文物了。这个、嗯、先跟大家把这件事交代清楚、啊。明白，明白。我们能砸的是因为基于我们的专业判断，它肯定不是文物。我觉得都不用太专业，我觉得你教教我，没准我也能看出来。哪天咱俩去？我不敢，我不敢，瞎说瞎说，我这是完全门外汉啊。这有多宽？五公分，大家看啊，嗯，大家看我这手就在比划，看他这手啊啊，五公分，嗯，木头板，嗯，一铁锹下去，里头水泥的，这也水泥做的，天哪，贴皮的，嗯，200箱，大概吧，最后就一个烟盒，一个香炉，所有东西全是假，无论是低仿、高仿，没有一个是真的。这个是我们初筛，然后请文物局鉴定委员会的老师来再挨个细的过一遍，瓷器、玉器，那是确实是开眼了。当时我拍了好多的那个照片，就各种各样的截面，那翠的镯子，然后各种各样的截面，这种假的，嗯，包括假的象牙、假的玳瑁，出了好多那种腰牌，嗯，石头的，最后拿那个。磨刀石一磨都是石粉，哎呀，粘合的哈。嗯嗯，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当时就跟我们家所有的亲戚说，你们再想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先脑子里头有一数，200箱。您觉得您躲得过这200箱这个概率吗？大家肯定觉得我会躲得过去的，他们都不懂啊，他们没有研究过。我研究过，我看过5本书啊，看5本书，然后看过一些节目。我有眼力，然后我上手一摸啊，当然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他都会，尤其是刚刚进入这个行，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东西，然后狂热的学习，然后就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学到了，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不都这么说嘛，你想蒙的一点不都不懂的也很困难，对对，你像我这种就真的一点都不懂。那我真不懂吗？真不懂。我包里有一东西，一会儿你看看。不用了，我拿走就是了。我还看什么看？我直接拿。真的，真的。反正我觉得你说这个，就对大家的确是有很多警示作用。但是能不能真的警示到大家呢？就看个人的造化了哈。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比如说你做这个工作，那想必一定会有很多人想找到你，然后跟你去聊聊这些事儿。嗯，然后你说你是说也不是，然后不说也不是，是吧？人都花了钱买了，你说那是假的，这东西也没法弄，对吧？可能在生活里面可能会遇到很多这种不太好处理的这种人际关系，对，有没有人真的因为这些事儿跟你翻脸呢？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嗯，一个朋友，嗯，带了另外一个朋友来，拿的什么呢？石俑，石头的一个俑，看半天看不明白。这个文物鉴定啊，这事儿是这样，这儿多说一句啊，嗯。就好比说是咱俩在大街上走一照面，嗯，因为咱哥俩熟，甭管我今天是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远远一看说哎，刘所在那儿站着呢，是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文物鉴定其实也是这么回事，这东西对与不对呢，就那一两眼，明白，一看大概是对，嗯，然后您再仔细去看去，有东西一看就觉得这东西不对，很粗糙，嗯，
朋友拿来了，还不是拿的，让我们去看的，说你看这有一个俑。我那朋友为什么叫我去呢？我后来问他，他说他自己当时觉得一个人去这事儿不好圆哦，他说哎，咱俩一块儿去吧。好，我们俩开车去了，下了车看见那东西在一个农家院里头，看半天就愣在那儿。我说这东西您找人看过吗？嗯，是吧，咱先问问，这个行业一般都是比如有人看过了咱就不好说什么了。报了一个在我们行业内呢基本上提起来大家觉得嗨嗯，那么一个老师名人啊，嗯，说他看过了。我说这老师怎么说的呀？嗯，聊的聊的等身立牌差不多是吧、啊、石俑吗？那一般都是什么木边上的那种？ 哎是吧，石像生啊是吧、嗯、啊啊啊。他说完，这老师说完是聊的呢，我跟那朋友我们俩呢就不好再多说什么了。明白。嗯，你觉得这事都让他特尴尬，你说你往前多看会儿你也不想看了，你说你扭头就走，人家把这面子就给你拘在这儿了，是等于是你这个朋友的朋友哈。对啊、哦、就是可能就是也是比如别人说我有一朋友、哎、说这火总说听说你会看你来给看看，哎你说那干脆说刘所咱俩一块儿去吧。嗯，我们俩就一块儿去了。明白。嗯，假惺惺的拿出手电跟放大镜啊，一般拿这个的时候就已经心里头啊明白了，好好看看啊！我们俩跟那认认真真的瞧了半天，嗯，最后我找到了一个缝儿，是住这个东西的那个、哎、那个缝儿，嗯，然后我就叫我那朋友，我说你看看这儿，嗯，他也看见了，我们俩就把东西都关了，嗯，他说这个是个玩意儿，嗯啊。但是呢，鉴于这东西摆放的那个位置啊、嗯、什么的，就不建议您留着。是，一般就是这么说的时候，大家都能明白了嘛？啊，不能说太明白了，是吧？啊，你怎么说？哎，对对对，对吧？你说这是假的，嗯、它确实是个俑啊，嗯，对吧？嗯，然后我们说您就处理处理了吧，啊啊。然后那老师就那边那个朋友啊，嗯、就说是不是聊的？嗯，这到底是不是聊带的？我真是嘴比较笨的一个人，不知道怎么说。我那个朋友憋了半天，聊，你就聊去吧。哎呀，嗯，我们俩认认真真的分析了一下，嗯，回去的路上，石粉的，石粉的哈，石粉的，嗯，没砸，要砸了，估计里头配点铅块，嗯，后来还见过一些，比如说什么。沙子喷沙喷出来的呀，嗯，这些东西确实有不少人在这件事儿上走了一些弯路。咱说心里话，嗯，他就算是真的，他就算是聊的，嗯，一个石俑，嗯，辽代的石俑啊，我搁家里头，我睡不着觉。不，关键是他要是真的，他说不清楚怎么来的，我就弄他了。啊，这不是这太吓人了。他要是说不清楚怎么来的，我就抓他了。他能说清楚怎么来的，是我那门口的，我现在出来了，就是你看看我这好不好？你说这不能弄啊，这个太吓人了，这个、嗯、对吧？大家我就咱知道啊，这陵墓两侧的那些东西，他去十三陵看看。对啊，你搞这些玩意儿干嘛呀？我这看着好吓人，比较燥啊，真是太吓人，太摇滚了，这是、啊、玩死亡金属的。行行，咱们，哎呀，天哪 ！OK， 其实也说了一些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因为本身最开始我们两个想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多的聊这部分的内容，因为这感觉是比较猎奇，或者是。但后来我一想，他其实也蛮有趣的嘛，对吧？也分享这方面的经历。但是我觉得还是拉回来，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很严肃的职业。嗯，对，这是你在做一个很严肃的工作。嗯，其实我有时听你跟我讲，你说你到你们的那个库房里面看到你之前征集那些东西，包括那些石刻，然后你有时候在里面工作什么的，我都会去试想一下。啊，站在那个地方去看那些东西，心里边的感觉，对吧？他们不同时代的这些文物，他经历过这么多的年代，然后你们一起把它收集起来，放在这个地方，可能在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展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去回溯历史，是吧？然后我不知道，就是你在做这个文物整理里边，你自己特别有成就感的、特别自豪的那些片段，会是在库房里吗？还是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嗯，
其实文物征集今天大家听起来觉得是一个有意思，对，或者很轻松，嗯，但其实在说准备聊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跟其他区县的同仁大家互相的交流了一下，嗯，我说你做文物征集这么多年，特别是老城区的文物征集，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所有人都基本上是一个场景，嗯，就是我们拿着文物保护法站在推土机前面的时候，哇，就是什么叫抢救？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是抢救文物，嗯，你要跟一切去比赛。就咱们不是在昌在北京那期，我说我有好多年没喝过酒，嗯，是因为你不敢喝酒，你没有一个 A B 局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文物就让你出现场啊？明白，你必须脑子是清醒的，所以我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一滴酒都没碰过。嗯，其实好多的心酸，就是你会觉得你很孤独，因为你这件事儿你做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阻力，无论是来自于你的对立面，还是来自于热爱这项事业的人，因为他们会对你有很多更高的要求，但是真正。那些平时喊得很响亮的人，在你跟推土机直接直面的时候，你发现只有你自己。但你说心里特别温暖的一个，或者说我自己觉得让我自己特别有成就的，是一通碑。嗯，这通碑呢，在2010年，玉安门内大街一个家属院。家属院翻修车棚子，翻修车棚子的时候出土了一个碑座，这个碑座体量特别大，大概碑座长1.2米，嗯，1.2米的碑座都很长了，二龙戏珠，嗯，雕的非常好，在土里埋着。这碑座出土的时候呢，习惯性的你就会找这个碑在哪儿。是，我说这碑呢？就开始走访，因为碑座运回来的过程对于我今天来说已经是流水化作业了。嗯，我现在有完整的一套征集的程序，把这个碑座拉回来，我就开始每天就在那个地儿转，我想找这个碑，问老人，闲聊天，兜里头多揣两盒烟。嗯，哎，下象棋的大爷们。后来老人跟我说，就在你现在站的这个小区的院墙底下是那个碑。是文革的时候推躺下的，哦，等于这个碑被院墙骑着呢。嗯，如果不拆院墙，这个碑就出不来。但是具体位置在哪儿也不知道。等于我要拆的话，我得把整个这个小区的这一面临街的院墙十几米全部都拆掉，然后再刨，再刨。嗯，显然不现实，而且还不见得真有啊。对，然后记错了怎么办呢？对，嗯，然后呢，每一个做文物征集的人呀、啊。都有一本暗账，这个暗账是你记着，你知道线索，但你现在不具备征集条件的一本账。嗯，我自己有这个账，大概在哪儿，谁说有过什么东西，多少号门牌，如果有一天它在一个大概什么位置，你具备条件的时候就把这东西弄回来。嗯，我就把这个东西就记账上了。过了2013年，我听到消息。那个小区的院墙整体拆了重建，哇，就因为你这些暗账的地儿你每年你要走几遍嘛，你要跟当地的什么物业什么都有联系嘛，过年过节给人发个信息啊什么的，赶紧带着人就去了。我说能不能给我一天，就给我一天，你们把这个这面墙扒完以后，嗯，我让我们的人把这面墙体整个扫一遍，嗯，有就有，没有我认了。大家这么长时间的沟通，这么多年，人家觉得我有病吧？这么执念这件事儿，就开始刨，真的就把这通碑找着了，真找着了，真找着了！天哪，你知道站在大街上掉眼泪是什么感觉吗？嗯，就是你赌这件事赌3年，如果这个碑的字的那面，就我们叫碑阳的这一面是冲上的，嗯。铺了水泥和沥青，这块碑就毁了。哦，对对对对对。所以所有的赌注都赌在这个碑的碑阴冲上，阳面冲下，下面是土。结果找着这个碑，就开始赶紧先刨嘛，嗯，清理碑首那儿，先弄碑首。碑首一出来，我一看，碑首是阴面冲上的。哎呀，开始，哎呀，上刀链。就我当时就跟
配合这么多年起重队的歌里说，我说这个东西今儿拉回来回单位，晚上你们点哪儿我请哪儿，赶紧弄。嗯，这东西整个起来以后，大家一看底下就是土，什么都没有，就是碑羊有字儿的那一面一点都没损，保存的特别好。然后把这个碑运回去，碑身跟碑座俩往这儿一放，我就坐在那儿跟那个碑说，我说哥们儿，给你们俩有一交代。哎呀，我说几十年就算两口子你们也团圆了，真的，就在你就在那儿看着他的时候，就我今天说到这件事儿我还汗毛立起来，就我觉得你一个在一线最基层的文物工作者，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保护传承，然后给文物以尊严，它不应该在地上被人踩，它就应该立在那儿，把它该讲的故事说清楚。那他讲了什么故事呢？就是一个民间的小庙在这儿是怎么回事的来龙去脉。庙里的碑，就是一个庙里的碑。但是这件事儿能让他们两个人团圆了，我觉得特别棒，功德一件啊。嗯，身在宫门好修行。哎呀，来您抽烟。哎，得得得得，我给你点一根。哎呦我天，这必须的了。哎呀，哎，真好，真好。嗯，你说话呀。因为我们去看那些特别，他算宏大建筑，嗯，对吧，他是有名有望的人，嗯，他们留下的这些历史的痕迹。而你刚刚去讲那个一个庙，他前面这个碑，其实他说白了他不是什么，嗯，他不是什么特别了不得的对这些东西，但是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然后大家非常执着的去做着这样的事情，然后最终也让他重见天日了，对吧，嗯，对，我觉得他也有理由被大家看见，对吧， 对， 对吧，他有理由被大家看见，他本来也在那儿挺好的嘛。对，就像我一个朋友说，就是他不做这个行业了，嗯，然后他就把他那本案账都给我，嗯，然后那个场那可不能要，我告诉你，那个场景就其实就是我们俩走了一遍嘛，把他知道哪儿拉不出来的东西，嗯，哪儿在哪儿埋着什么的，我们俩走一遍，这个就不能让外人看呀，因为两个人就站在那儿，你净是唏嘘了嘛，嗯，就是恨着，嗯，都快俯首相那个是吧，都泪眼了，哎哎，然后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他说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说一个城市的历史被尘封起来是正常的，嗯，因为大家都要往未来去看，是啊，那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是这个尘封历史的镇墓兽，嗯，就是所有人当无论是什么力量去想揭开这个历史，或者说他想走进来的时候，嗯，我们一定是第一道门，我们要守住我们该守住的东西，无论是物还是心，嗯，守住这些，我们的职责就到了。哦，鼓掌，上价值了一下。哎呀，真好，行吧，嗯，咱们就聊到这儿吧。行，这个再多说也无益了，嗯，是吧？今天真是做回了刘所。对啊，令人尊重啊，令人尊重。嗯，之前也很尊重啊，嗯，也很尊重，毕竟你有那么多杯，对。嗯，哎呦，得嘞得嘞，那今儿就聊到这儿吧，得嘞，好吧啊，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有兴趣可以多出门转转，嗯，哎，嗯，好，好嘞，那就跟各位说拜拜，谢谢刘所，拜拜，拜拜，嗯。你像一道弯月舞。的清晰，无声无息，轻轻流进我心底。时而穿越过高山，时而越过原野，水中静静掀起一抹涟漪。寻寻觅觅，一道蜿蜒的清溪，流啊流到不知名的地方。时而倒映着星星，时而流过岁月，水中依旧荡漾那抹涟漪。
我依旧在你身边看着你，就像水和岸一样，静静地看着你，感觉着你，水中依旧荡漾那抹涟漪。像一道蜿蜒无尽的清晰，无声无息轻轻流进我心底，是爱穿越过高山，是爱越过